脏跳，是感觉得出来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脏跳，已经到钓点了啊、哦。多功能经营啊，牵头钩啊，前面的漂虾，后面的牵头钩，多功能经营。开杆，开杆啊！哇，十多斤的，十多码。哇，这条很大的。行了啊，这个一个超木的刀子了。哦，我一等装好，我慢慢给我。啊，侬看机子到了，来了来了，又来了又来了。啊，大点，还要发力。哎，你不能去，哇！阿刚，我那石狗，个力量！阿刚，你做了没有？15斤，15斤。一公斤个。破纪录了啊！这条又破纪录了，今年。哎呦妈呀！这条有点瘦。哦。这鱼啊，操作不好，一般人拿不上。这特别是打千口。哇、哦，这条20来斤了啊！今年新纪录，哦，一个人这么长了。再说一下黄鳝，应该是黄鳝。黄鳝应该没这么大。应该黄鳝啊，鲈鱼也有可能。鲈鱼了，蟹里有的啊。啊，黄鳝，哦，这条黄鳝4斤重。你这个人厉害的，这条黄鳝拉4斤重。哇，这抓个爱好啊，用多好多。哦，跟到这样子住了，不会停下来。哦，新手钓大鱼了。第四了，就。哇，这条黄鳝大的。这里试一下拉流钓啊。塘里面今天刚刚带来了一根杆子，那个西普拉斯的海鲲万能杆，两米一八吧，跳跳下正好啊。看杆子，今天试一下啊，手感很好，比较轻，一天下来都不会累。这个杆子纺车轮和那个鼓轮都可以用的，拉流王者啊。哎呀，这条鲈鱼也是这样子的嘛。Thank you.
哦，黄鳝，哦，三斤重，三斤重，三斤重。顶面出去嘛？哦，三斤，三斤。他那沙蚕咬鲈鱼，虾咬黄鳝。厉害厉害！哇，这条黄鳝大。八两八九两的啦，哦，一斤一斤一斤重一斤重，哦哟呵，走啊！哇，这条漂亮哦！老李，三十二米，老李，给他拖一下，你要给他拖一下。不知道是什么鱼的啊？运气好是米鱼的啊，鲈鱼最惨啊。要么就大黄婆鸡啊，三斤，哇，又是三斤重的，哇，你运气好，他钓了一条一斤的，你钓了条这么大的，我一条半斤也没有，哦，这个黄鳝会出现的，又是这么大的黄鳝。来了，可以，哦，是鱼，啊，是鱼啊，哦，把它捞出来，要把它捞出来，蟹力再紧两格嘛，太凶了，蟹力到后面干去了，就要勾住的，他让他到后面去了，他就交友高勾住了，应该已经不紧张，不紧张，我这个声音都能听得出来的，拉出来吧，拉出来了吧，拼命了啊，拼命了，拼命了，拼命了，拉不出来你就割断了。快来了，你要跟我说的啊，知道吧？我谁这么红，有点看不出来。快来了嘛，干头朝我这边赶来。哦，这条大了，这条有点大。哎，快来了，你能往后面退一点，能往后面退一点了，杆子了会。啊，他终于看不出来。再过来一个。哇！哦哟，搞半天搞了大鲈鱼，开什么玩笑了？这个心，哎，你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落差啊！有点，这个有点那个了啊。落差太多了。老李，你干小胆门了？等一下，他还要发力的，还要发力的。这鲈鱼不小啊，下面有块胶顶，等一下，来了来了，你不能不要这样，不要这么这么抄下去，要这么抄下呀，不能去以慢慢来，我会头我会过来的。哎呦！哇！好嘞，心也碎嘞。当一口以为是章鱼，结果是条大鲈鱼。以为是条大章鱼了。结果是条大鲈鱼，那还搞得灵清的，也可以哦。
哇，撞跳撞跳撞跳，撞、撞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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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撞跳，是感觉得出来的。哎呀，然后收起来，收起来啊！这个盖子拿掉，盖子拿掉，盖子拿掉，窗户帮我拿过来了。你要么手机给他拍。哦，你要装的还是钢丝啊？钢丝。紧起来了。两只手插啊。不是，你要可有把握了再插下去，没把握他这个插网不要弄到。钩子挂住了。一定要有把握了才能抄啊，没把握宁愿第二把再抄。来了啊。再让他去好了，再让他去。木腿，感觉几斤是吧？十斤，不大的。哇！哇！哇！惊喜惊喜啊！撞跳，今年第一条撞跳啊！终于搞到老家伙了哦！哈，撞跳啊！哈哈！哈哈哈哈啊，撞跳！啊，鲈鱼哦！顶着啊，顶出来！顶出来啊！啊，鲈鱼是张跳，是张跳，没不会这样子的，是张跳这个来，不会对你这么温柔的，哪有对你这么温柔的？再收点嘛，再收点嘛，杆子挺起来了就收下去嘛，哇！哇，哈哈哈哈，大哥厉害，我时间可以让我先榔头敲死，这样的手不要去弄，等一下拔一下。哦，手抄一下抄一下，实在是太不给面子了，这个鱼这个也太不给面子了，好久没有钓到过这么大的鲈鱼了哟。我操，这个鱼拿上来有点倒牌子的，有点倒牌子。回家哦，今天报销嘞。哈，张条，米级鲈鱼大黄鳝啊，满满一箱了，没有冰的了。全部掉爆虾，这个个头嘞，这个黄鳝大的，黄鳝比鲈鱼大，真的是，啊，撞跳九斤半。这条巨物16斤吧，啊，15斤半了，啊，这条巨物15斤2两了，瘦瘦的，不是很肥的那一种。50斤鲈鱼哦。
今天鱼钓了3688，3688啊、哦，还有两位客人，两位客人也那个爆香了。黄鳝钓上来我30斤重的，比鲈鱼还要大，这个黄鳝钓过一点意见都没有。好嘞，他们本来还想明天钓一天，明天钓一天我叫他们回去，明天鱼货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多了。叫他们回去，下次有机会再来。明天我自己去钓个半天啊、哦，近海去玩个半天。那好了，回家吃饭了啊、哦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